天我们欢迎的是编号21号，来自于台北慈济医院身心医学科日间病房罗冠群演唱的歌曲《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》，掌声来给他鼓励一下。现场的所有观众们以及评审，还有漂亮主持人，大家好。谢谢。谁取消了我爱你的资格？为爱会怎样？谁敢保证呢？此时此刻怎么轻飘飘的，好像不是真的。21号罗冠群为我们带来这么浪漫的一首歌曲。